风水与马来西亚文化息息相关，代代相传。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学，更是一种塑造家居和商业环境以吸引繁荣、和谐与平衡之道。这门古老的艺术分析了我们周围能量及气的流动，指导我们做出细微的调整，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家具的摆放，还是我们周围的颜色，风水都为创造和谐的环境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案。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福祉，并吸引了好运。停三秒，想象一下，在一个世界里，您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风水的智慧。这便是风水大师电视台背后的愿景。马来西亚第一个完全致力于这门古老艺术的数字电视频道，这个开创性的平台利用尖端技术，通过屏幕将观众与经验丰富的风水大师联系起来。该频道全天候提供多种语言的丰富知识，打破了文化和语言障碍。观众可以收看现场咨询 insightful documentaries， 以及将风水融入日常生活的实用技巧。数字界面确保了无缝体验，允许观众轻松浏览各个部分。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爱好者，还是风水新手，该平台都提供了一种便捷且引人入胜的方式来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对于风水师来说，建立客户群的传统方法通常依赖于口碑推荐和本地人脉。风水大师电视台以其247全天候推广平台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持续的曝光成倍地扩大了您的影响力，使您能够与更多潜在客户联系。数字平台打破了地域障碍，让您可以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客户进行咨询。听的第五部分，团结和谐，马来西亚风水项目。风水大师电视台不仅仅是一个电视频道，它更是一场运动。它是关于将来自不同背景的风水从业者团结在一个数字屋檐下。我们设想马来西亚风水项目为一个协作平台，专家们可以分享知识，交流想法。加入这项计划，您将成为一个充满热情的社区的一员，推广风水的益处。我们齐心协力，创建一个统一战线，弘扬风水的真正精髓，和谐、平衡和共同繁荣。第六部分，加入这场运动，拥抱风水的未来。风水大师电视台的开播标志着马来西亚风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创新平台为从业者和爱好者都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对于风水大师来说，这是一个扩大影响力、提升品牌形象，与比以往更广泛的受众建立联系的机会。风水的未来是数字化，现在是时候拥抱这一激动人心的变革了。加入我们这段旅程吧，我们将弥合传统与科技之间的鸿沟，让每个人都能获得风水的智慧。让我们携手共进， Usher in a new era of harmony, prosperity, and balance with Feng Shui Master TV.